TVB 情侣档 CP 马国明与黄新颖12月31日晚上一起现身将军澳某商场出席跨年活动，这已经是两人连续两年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在工作中跨年，对于最爱挣钱的马国明来说肯定最好不过了。两人还现场高歌一曲，帮助炒热现场气氛。一起去赚钱，对，因为我们一起出击的活动就是赚更多钱的。对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，新的一年很好的开始，而且可以一起过，就是蛮好的。对，黄新颖表演结束后，马国明偷偷地拿了一束花上台送惊喜给女友，那一刻现场所有人还以为他要求婚呢。没有想过是求婚，但是收花就是蛮开心的，因为很久没有人送花给我，所以那一刻都有一点新的感觉。但是说实在的，你们身边的好友貌似都陆续的结婚了，趁着2019年的来临，你们是不是也该时候把终身大事给办了？我想应该不会吧。不会在2019年了，对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对他来说太快了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